好了没啊？你这给我找的什么衣服啊？你要是想穿国际大牌，你就去绑架一个富婆，好不好？把我放了，行不行？赶紧出来！看看小学生似的，好笑吗？你这头发剪得不错啊，跟你浑然天成。走，去哪儿？去买些正常的衣服。你有钱啊？我没钱，你有吗？我没钱，你杀了我吧。行，来，你杀了我吧。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我不想活了，撕票吧，动手吧，撕票。哥，我开玩笑呢，你别当真。电话，接个电话。叔叔，怎么了？南星，你有空吗？需要你来警局指认一下嫌疑犯。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公安局，衙门，六扇门。知道，不用你解释。真什么都懂啊。不愧是在图书馆里看过书的男人，厉害啊，脑子还好。万一我要是失手伤了谁，不都得算在你头上？那个，你能答应我在家好好待着，不到处乱跑吗？当然啊，如果我闯了什么祸，不都得算在你头上？你知道就好。好好在家待着哦。Thank you.